好，来，我们现在这样看第二题哦。刚第一题是做标记、做标点，知道怎么画了嘛？好，来，现在我们就说，来，我们就说，哦，我们的 x y 坐标跟什么呢？哦吼，我们这 x y 坐标啊，跟 r 西塔之间转换怎么转 ？OK 吗 ？OK。也就是说，之前我们有讲过，我举一个例子是这样啊 ，OK， 假设是 x y 坐标，好，一个点，假设是三四 ，OK， 这个 P 这个点，我们在 x y 体系之下，它是三四咯，对不对？好，如果是在这个底下呢 ，r 西塔底下是多少呢？我们可以设成五，多少？大概三四五十三度，什么意思呢？好，这是 r 西塔，好，所以直接讲。因为这个数字物理上常用，所以我就用这个来哈。比如说这个点，同样这个点是 P 三四，也就是说这个是三，对不对？这个是，但是在极坐标里头，我们可以怎么去描述？我们说哦，方圆五公里的地方，对不对？方圆五公里的地方，极短针方向哦，五十三度啊，这个大概是五十三。OK， 按计算机按一下就知道 ，tangent 对比零就好了哈。好，我们就这样啊、哦。同样一个 P 点，我们可以用三四度来表示，或我们用五五十三度，对不对？好，这之间什么转换呢？好了，也就是说啊、哦，之间转换是这样啊，来，哦，假设这个叫 x 啊、哦，对不对？这个叫 y 嘛，对不对？这个叫 r 嘛，啊 ，x y r 就叫 c 大，对不对？好，之间有什么关系呢？好，简单，来啊、哦，表演了哈，好来。所以 r 平方等于第一件事啊 ，r 平方等于 x 平方加 y 平方，没问题啦。第二件事情呢 ，cos 西塔等于多少 ？x 比 r 哈，所以 x 等于 r cos 西塔，对不对？再来呢 ，sin 西塔是等于 y 比 r， 所以呢 ，r 多少？所以 y 等于 r sin 西塔，对不对？好了，这是最初条件。好，来我们细分一下 ，OK 吗？那我们请问这夹角多少？第一件事情是 r， r 的话如果没有讲的话， r 没有讲的话，我们 default 多少？我们预设为 default r 多少？ r default 值是多少？ default 的 r 哈，好， default 值 OK 啊。好，什么意思呢？是说因为有时候那个 r 是到带零小零的，没有讲清楚啊， default 啊，我们就故意这样啊，我们先约定好 OK。 好，我们的 default 值是多少？default r大于零或等于零，可以吗？就这样呀。当然有，除非特别指明啦，有负可以啦啊，不然我们就当成大于零，大于等于零，可以啊。好，就这样啊。好，第一个是这样啊。好，第二个呢，我们的那个呢，我们的角度呢啊，对不对？我们角度是讲，好，你的 angle 啊，你这角度对不对？有两种做法，第一种是这样啊，第一种我们就是零到三六零的话，什么意思呢？就这样啊。我们从这里绕零到三六零了，什么叫绕？所以我们的角度就是这样，零度到三六零，三六零就算零了啦。好，这是第一种做法。啊，第二种呢？第二种我们是这样啊，我们玩另外一套啊。我们超过半圈是另外一个方向了哈。比如说我们是这样，哇，这里零到一百八，可以吗？包括或者是这样绕过来 ，OK。所以我们是这样零。OK 嘛，到180度最满，然后呢，负180度，负180不要等它，因为负180就像180嘛，所以我们是这个哈。好，我鼓励大家用这个 OK。第二个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可以用 calculator 来验证 calculator， OK 啊。好了，所以呢，我们有一个东西就是 default 的什么 r 咯 ，OK 大于等于零啊。但有些大于数有可以小于零啊，不管了，我们先暂定先这样 ，OK 啊。好了，再来西大的话，第一种做法是零到三六零，第二种做法是 calculator。你看一下统考，你要注意啊，有时候他用这，有时候这样。那我们采取第二种，因为可以用计算机来验证啊。好了，接下来有这个东西了嘛？好来，我们马上转哦，请你把这个啊 Cartesian coordinates 对转成 polar coordinates 嘛。好，负二二怎么转？没问题啊，来，简单了、啊、哈 ，good 来啊，好负二二，好画一个图了哈，好负二。x y 哈，负二二哈，负二二哈，耶、yeah, ，对不对？加这个加是负二二，好，那我们是这样啊，是不是这个点呢 ？OK 吗？好，这是 x y 嘛，对不对？这是 x y， 你要转成 r 西塔，对不对？要转成 r 西塔怎么转 ？OK，r 在哪里？同学 ，r 就是在这个长度咯，对不对 ？r 就是这长度啊。
好，那西大角呢？西大角是正嘛？你看有没有？我们用红色这里啦。好，哇哦，有没有超过100？没有，是用这里啦。好，这就是我们的西大角啊。OK， R 是不是很容易？ R 怎么算来？没问题。R 怎么算？哦， R 是毕氏定理嘛，对不对？这个得得得得，对不对？负二，这个二对不对？好， R 是负二的平方加上二的平方，多好。等于四加四等于八哈，根号八等于二根号二哈，耶、yeah, 啊好了喽。所以我们是说长方圆两二方圆根号八公里的地方，对不对？好，几点钟方向 ？OK， 西大怎么算？好，西大没有那么快算的哈，我们每次先算一个锐角 ，OK 吗？这是一种技巧哈。我们假如先算这个锐角三角形啊 ，OK 吗？我们是先 tangent 这个星星，对不对？对比零嘛，我们算锐角取绝对值 ，OK 吗？所以等于多少 ？tangent 这个东西是等于一，所以按计算机是45度，对不对？可以吗？啊，45度，那我们红色的呢？我们红色是正还是负？从图形上是正嘛 ？OK， 所以西大是多少？哎，眼睛看一下，这45，所以这是多少？135度咯。OK， 可以啊。所以我们答案是多少？所以 polar coordinate 是多少？同学说，哦，老师简单啦 ，polar coordinate 多少？好咯，这么简单，所以 polar coordinate 多少？ polar coordinate is 多少？一，哦， is 多少？不对， is 多少？ is 二根号二，多少？135度了， OK 吗？好，怎么样？考试中怎么样知道我们做的是对的呢？ OK， 有几个 note 啊，来。教大家来注意啊，注意啊，要学起来 ，note 哈 ，OK，note 怎样？第一件事情来，我们怎么去验证？怎么去验证这个东西等于它 ，OK 吗？好，负二二啊，怎么动成这样对不对 ？R 西大对不对？好，怎么弄？啊，这是 R 哈，这是西大对不对？好，我们计算机有一个功能啊，我们用计算机这个功能啊，来，偷偷跟各位分享一下 ，OK 啊？计算机这个东西啊，有一个功能 R 就是 ABX 啊 ，absolute， 西大呢就是 argument，OK、okay、啊，有一个功能啊 ，OK， 好来，我们开始按哦。第一步，我们的前提是 570mx 啊 ，570mx， 好，我们前提是 570mx， 计算机 OK， 第一步怎样做啊？要用老师要用深的颜色，好，第一步怎样做？清掉 clear all 对不对？第二步呢，你的 mod 要做什么呢？ mod 要 compress 嘛， CMPLX 对， OK 啊，好，第二步是这样、哦、啊，第三步怎样做呢？ OK， 你要这样啊、哦，它一个 absolute 啊，你是打一个 ABS 啊，好，你负二二啊，你是负二二 I 哦 ，sorry， 我们要打一个多少？负二加二 I OK 嘛，它会出现什么东西？好，负二加二 i 它会出现啊，出现根号二点多少？二点一点是一是二点八一八八二八这样 ，I got something 对不对？哎，这个东西你们怎么知道等于根号二呢？好，没有关系，你有方法了哈。好，同学有方法 ，OK 吗？你故意把这东西来平方它，平方之后是等于八，对不对？所以原始的话就是指根号八咯 ，OK 啊？你逆推啊？就是你算出来答案故意来平方，平方是八，所以原来东西是多少？原来东西就根号八咯。OK， 就等于多少？就等于二的根号二 ，OK 吗？啊，就成功了哈。OK 啊，你故意拿平方，然后你自己心算根号 ，OK 吗？好了，再来呢？这长度好了嘛？这 R 嘛 ，R 对不对？这里呢？这怎样做？好，这是你打一个 ARG， 计算机里头有了负二加二 I， 它会出现多少给我们？好，它会出现多少给我们？它会出现135度给我们，所以就成功了 ，OK 啊？好，这两个键有计算机有的哈，注意一下，计算机有的键啊。然后这个有一个 I 哈，你的 mod 在 complex 之下就可以了。这 argument 有 OK 吗？这 I 也有 OK 啊？好，这个东西就是说我们如何把这个按计算机按啊？好，第一件事情是这样，好吧？这题就是叫我们把 x y 整成 r c 大 ，OK， 然后用手算的，然后又用计算机算的 ，OK 啊。好，第二件事情，我们这个哈、啊、x y 转成 r c 大会比较、tricky 一点，
反过来就比较容易啦。好，反过来我这样转给你啊，来反过来讲呢。好，只要今天是 xy， 对不对？你给我们 rc 大 r 是多少？ r 已经是二根号二了嘛，对不对？好啊，反过来啊，二根号二啊，西大呢135度，对不对？对啊。好，你怎么转过来？好，如何转回去啊？怎么转？很简单，哎，有没有 ？OK， 有看到吗 ？X 等于多少？这 R 西大嘛 ，sub sub water，OK、okay、吗？这 R 这西大啊。好 ，X 等于多少？简单哦，同学，很简单 ，X 等于 R cos 西大哈。因为这简单，我直接写 note 就好了哈。二根号二 ，cos 135度，对不对？有没有？好，135度，计算机会多少？计算机是-0.707，对，有没有？好，-0.707，你怎么变成根号类的？好，没有关系。那我们负点七零七，因为是负嘛，对不对？那我们做一件事情，什么东西？一样拿来平方它、啊。我们拿来平方它，会发现会等于多少？二分之一嘛，0.5嘛，0.5就是二分之一喽。所以这种取根号，所以是根号二分之一，对不对？负号照抄啊，这个东西取平方0.5，0.5再取根号，对，根号二分之一喽。负照抄嘛 ，OK， 好，这就是我们计算机的技巧。再讲一次啊，你特别讲不会没有关系，初中老师要记嘛。现在我们不要，我们就用一招打天下，就是计算机的那一招 ，OK。所以这是负二咯 ，OK 啊。好 ，Y 呢 ？Y 等于多少 ？Y 就等于多少？来 ，Y 刚推出来 ，Y 等于 R sin 西塔对 ，R 是多少？哦 ，R 是二根号二 ，sin 呢 ？sin 多少？sin 135度，对不对？哇哦，二根号二 sin 135一样啊，是等于0.707，对不对？有没有？好，0.707，好，点点点啊，好，也是一样，按计算机 check 一下啊，我们就这样啊 check 一下，正着照抄嘛 ，OK？ 好，等于二。好，我们来验证了哈，就是讲呢 ，OK， no problem， 所以是多好。所以约减，所以整个结论所以是负二，二 K 啊 ，K 啊，同学负二二咯 ，OK 啊，所以倒过来啊，二根号二135等于负二二 ，OK 啊，好了，加油啦，九。